顺便爆红薯，看一下效果。 眼到手到，刚悟到。 666。 顾问大家好啊，今天来讲一下这个秒打。首先第一步，前手推平，后手定位追角，两条皮筋重合垂直于地面，用撑头这个尖对准目标，就这样啊，反复练习。 就这么简单啊！双击一个瓶子，看一下30米左右，手滑命中瓶子。